不是，绝对不是相对，一个经历。我不是特别的喜欢把我自己的感情或自己的经历写在自己的专辑里面。我一直都是在说感受，我跟他，或者是我跟谁怎么样了，好了，我们吵架了，我分手了，我痛苦了，或者我恋爱了，我高兴了，我不会那么去说，我只想去说一种感受和感觉，因为我真的不是一个喜欢强迫别人做事情的人，我不是一个，我写好一个故事，好，你来听，我强迫你去听，对。我强迫你听我的故事，然后你被我而感动。我真的是希望，我想写一个感觉，我的感受和概念，我把这个概念取个名字，然后丢给你听，你自己在里面去找。你找到了，那以你听到的为准。不是，绝对不是相对，一个经历。我只会觉得它是我的一个经历，不是说它是不好的或者是好的。对，因为我觉得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它到最后的结果真的只是一个经历。我不是那种，我永远不能忘记。但我一定要跟你分开的那种人，你懂我意思吗？对我都永远不能忘记了，我干嘛跟你分？我是绝对不会让他离开我的，你知道吗 ？Facebook 一开即开，快啲下载，猛片如云，寒料最强。